想当年，我钱流只不过是个贩夫走卒，除了一根扁担，什么也没有。多亏了董大人的提携，我钱流才有今天这个地步。钱流心满意足了。再说，钱流带兵打仗是应尽的职责。董大人赏给我的已经够多了。钱流打心眼里感激各位兄弟。当今乱世，讲的是真功夫，光用嘴说有什么用？ 大家说对不对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们大伙猜啊，是钱将军的武艺高啊，还是董大人武艺高啊？钱将军，钱将军武艺高了。我看是董大人的高，要不钱将军怎么能听董大人的呢？哎，让钱将军和董大人比武，我们兄弟啊也好开开眼界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开开眼界啊！不要胡说。大人是全军的主帅，钱流只是大人帐下的一个走卒，怎么可以与大人比较蛮力呢？况且。 军有军规，国有国法，众位兄弟，不可再胡闭嘴。董大人，这兵是出言不逊，莫怪钱流不客气了。钱将军，你就比一比吧，谁的武艺高，我们大伙就听谁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闭嘴！董大人，这兵是出言不逊，目无尊长，应以军法处置。拉下去，20军棍。 让他以后不敢胡说八道。啊！还真打呀！哎呀，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钱将军，在，你来执行吧。钱流啊，钱流，你若是真的，便在士兵中失去威信；你若不打，便在大人心中失去信任。看你怎么办。大人，这位兄弟虽然言语过火。 但是，他跟随大人作战，勇敢杀敌，看在他的功劳份上，还请大人饶过他这一回。大人，你看到了，钱将军不肯执法，还为他求情，我看别有用心。哎，这才是钱流嘛！如果他打了，那就是打给我看的，那才是别有用心。算了。 各位兄弟，董大人胸襟豁达，待人宽厚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从今往后，凡是跟着我钱流、给董大人效力者，便是我钱流的兄弟；若是寻衅闹事、三心二意者， 这便是下场。没事了，你们可以退下去。总督同我，绝不会亏待钱将军的。 什么病啊？找苦自己吃嘛！哎呦，我真的是……大人，哪有人像你这样抱着剑、穿着靴、卧病在床的？都是你出的鬼主意呀！你叫我假装生病的嘛？装了3天了，这味道怎么样？你来试试嘛！大人，我求你不能半途而废呀！ 我们想试试他是否忠心而已。你卧床不起，有野心的人就会暴露出真相了。你呀，你这个小心眼，自古以来，做大事的人都是坦荡对人的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大人，您最敬仰的汉高祖刘邦、魏武帝曹操，他们都是一步三移，到最后都成就大事了。嗯，这句还算人话。
但是我病了三天，他天天来探望，天天照常练兵，没有半点不忠啊。大人，那是火候不到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啊，那好吧，就依你的去做吧。全将军到。哎，他进来了。哎，好，赶快进去。大人，大人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好兄弟，好兄弟呀，哥哥我不行了，快换郎中。不，兄弟，我病入膏肓，想来无药可救了。兄弟，我知道生死有命，但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杭州八都兵啊。林淼，你先出去。是，大人。兄弟，你听我说，这八渡兵都是杭州的子弟兵，到了今天规模实在不容易。我死了以后，他们都归你带。大人，你不要说这样的话，你实当中壮，不会危及生命的。告诉我，你怎么统帅八渡兵？告诉我。回大人，我钱镠只是一介武夫，并无将才，只能在大人统帅之下冲冲杀杀。没有大人，也就没有钱镠这个人，哪里还会带什么兵？大人，不，没我可以，没有你，八渡兵不行。启禀大人，淮南高节度、越州刘节度，还有宁国杨行密派人来问候大人。他们哪里是来问候我呀？他们是想看我什么时候死啊。兄弟，你是个将才，是个帅才，前程无量啊。等到我死了之后，若觉得八渡兵池塘太小的话，你可以去投靠高节度高大人，杨行密也行，刘汉宏也行，去吧。大人，我钱镠绝不是见异思迁的卑鄙小人。大人你放心，我钱镠去去就来。兄弟，将，将。大人，果然是出真心了。整天都疑神疑鬼，天天都试出真心。前日他逃走了。什么？他两个时辰前骑马直奔天目山方向去了。董昌对他不错，怎么会另谋其主呢？大人，钱镠这个人极其有志向，深不可测。若是另投他人或是自立门户的话，日后对大人都是心腹大患。请三思啊。这个犯私言的。大人有何吩咐？马超，你带领200精兵追回钱镠。董大人，钱将军他……行了，不必多言，速速追回钱镠复命。是。还是全军出发，就让董昌亲自去追回他。凡我将士务必用命，有临阵观望犹豫不决者斩。斩贼受命，有我无敌。三军出发。Thank you.
叫。大人，你回来了。大人，你这是？单人匹马的，上哪里去了？哦，末将见大人卧病多日，想必是军务劳顿所致。我犯私盐的时候，在天目山就晓得这个天目榆树，特去采来给大人补气，很见效的。大人，这大军前往何处啊？莫非又有叛军前来骚扰？你去问他。大人，来人，走了，军棍伺候。是是，等等。大人，李苗可是一片忠心呢。今天不打你，对不起我兄弟。秦将军，千错万错都是我李淼的错，求秦将军替李淼向大人求情啊。大人，为何要责打李将军？他怀疑兄弟，三番四次的要我试探你，差点让我错怪你了。今天不打，难以服众。大人，李将军所作所为也是对大人一片忠心，钱流不怪李将军。大人，请放过李将军。你看看人家的心胸多宽广，哪有你心胸狭窄？快谢过钱将军吧。李淼谢过钱将军。兄弟，你心若明镜，今生今世永不相疑，请跟我来吧。叫我们当着众将士的面，我要与你击掌为誓。大人，这是我要跟你结拜为异姓的兄弟。钱流卑微，不敢高攀大人。兄弟英勇无双，坦荡无私，在我眼中是一条好汉。来吧。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生死相助，矢志不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若有一心，天诛地灭。大哥，钱流愿追随大哥，永不灭心。同大人，钱将军，同大人，钱将军，同大人，兄弟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你赶快把这些东西都退回去吧。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。他救过你的命，可是婆刘哥他也救过你的命。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跟婆刘哥说。凤啊，婆刘是好人，爹会求他原谅的。原谅？这种事情能原谅吗？我跟他要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害死女儿啊。当初你们好，爹也没阻拦嘛。相好和做夫妻过日子是不一样的。相好不能当饭吃，选男人总要选一个不愁吃穿的吗？爹，你现在怎么就知道钱呢？凤，爹不是为你好吗？不让你像爹一样穷啊。穷怎么了？我宁可去穷死，我去要饭，我也不要这些破东西。这凤，人家虽然是做官的，可是一点都没有看清我们。你看没呀，聘呐，哪一点道理缺了？你看看这些东西，爹是一辈子都没见过呀。凤，实话跟你说，爹答应这门亲事啊，也是为了甄家岭的乡亲们呐。我嫁给谁，跟乡亲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跟爹说的，若是你嫁给他，甄家岭的乡亲就是他的亲戚，他就会保护乡亲们挑私盐，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爹，我现在就去找婆刘哥说去。凤啊，你要害死爹呀、啊！你妈死得早，爹这全都是为了你呀、啊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叫爹怎么向你妈交代呀、啊？啊，凤。你到哪里去呀、啊？爹，我出去透透气行吧。
为什么这天空、这草木颜色变得这样灰暗？为什么这水声、这鸟啼声变得如此凄凉？为什么这逍遥乐园天目山变成了一座囚牢？大伯，大伯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钱伯流啊。伯流，哎，是伯流，当官了。哎，我现在是杭州八都兵指挥使了。哦，大伯早就晓得你会有出息的。大伯，我来给你带东西了。啊，哎，给。哎呦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大伯是万万不能收。做啥客气呢？拿着拿着。哎，这大伯。朱凤妹妹呢？我要给她带东西了。这个，她洗衣服去了。啊，洗衣服去了。她到金鸡岭，她娘舅家去了。哦，到娘舅家去了。哎，要去几天啊？得几天吧。那我就在这等几天。你能等得牢吗？等得了，等得了。哎呀，大伯晓得你是做官的，有公务在身嘛。兵营里放大假没事的。再说了。等朱凤妹等了那么久，等了好几年了，再等几天也没关系啊。大伯，我口渴，我喝点水啊。伯流啊，这个，大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伯流，你骂大伯吧。大伯忘恩负义，贪图钱财，你骂我吧，骂我吧。大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伯流，不瞒你说，你朱凤妹子已经许了人了，过几天就要做新娘了。大伯莫说笑话，不会的吧？是要做新娘了？不可能啊，朱凤妹妹不是这种人。伯流。你就骂我吧，大伯不是人，你骂我吧，啊，伯流。大伯，伯流你，大伯，伯流千不好万不好，但是会知错能改。大伯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千万不要把朱凤妹妹嫁给别人啊。伯流，伯流求你了，伯流，伯流你没错，都是大伯不好，快起来，起来啊，起来。那你告诉我，谁敢骗我朱凤妹，我要剥了她的皮。哎呦。伯流，你可不要做傻事啊！啊，伯流啊，木已成舟，难以挽回了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！啊，啊，不，我要去跪求人家当牛当马，求他把凤妹还我，我当恩人供他。大伯，快说，到底是谁要娶朱凤妹妹？伯流，你救过大伯一次命，那就求求你再救我一次吧。朱凤她快回来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见她呀！啊，伯流，大伯给你磕头了，磕头了，伯流。我想好了，爹，谁来过了？爹，我问你话呢，
是谁来过了？爹，你说话呀，是不是婆刘哥来了？是不是婆刘哥来了？一定是婆刘哥来了，一定是婆刘哥来了。婆刘哥，婆刘哥，婆刘哥，甄家岭的乡亲们呢、啊、若是你嫁给他，甄家岭的乡亲就是他的亲戚，他就会保护乡亲们，挑私盐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不巧啊，钱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不然要杀头的。这营帐已经灌了一天一夜了，杀头？哼，我不怕。闪开，自己人，走。大哥，大哥，兄弟来投你了。你怎么了？大哥，谁把你气成这样的？怎么了？将军，你这样不吃不喝坐在这儿已经一天一夜了。我心里空了，没有他我什么也没了。将军，你要想开些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。大哥，你我都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要建功立业，拜将封侯，她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女人都是水性杨花。大哥，你再这么伤心，她说不定这会儿正陪着别人喝酒呢。你放屁，贼和尚！再说一句，我砸了你头，滚！将军，即使你有一万条悲伤的理由，也不能忘记你肩头的责任。你现在是八都兵的指挥使，深系八都百姓的安危啊，杨行密、刘汉宏都想吞掉我们杭州啊。
马冲，多谢。大人，这些礼物都是送给节度使高大人的，您看一下。白金500两，吴陵500匹，月窑青瓷100件，径山茶100两。那节度使夫人的呢？节度使夫人是另开的，在这里。金条纱50匹，棉500两，这不是太少了吗？怎么能送得出手呢？啊，大人，这太难了。现在不要说繁华的越州了，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杭州，去弄点东西，这杭州刺史还要来个横七竖八的，好些东西实在凑不起来呀。杭州刺史嘛，迟早要把它弄掉的。告诉节度使大人，往后我董昌会补上的。是大人。大人，那你先看看这些礼品。这是越州青瓷嘛？这个熏炉，它的釉色多粗糙啊！它的盖，跟它的几只脚，不均匀的，能拿得出手吗？大人，我孤陋寡闻，我真的分辨不出来，青瓷品级我真的不懂啊。这就是学问嘛，啊，是吃饭的本事。我们华夏是礼仪之邦，礼尚往来，讲究以礼为先。不懂这个，怎么为朝廷效劳，怎么建功立业呢？嗯，退了。是，我现在就去换。哎，还有，点兵列阵，送礼上路。是，大人。啥？董昌当了杭州刺史？这姓董的只晓得抱住高骈这老东西的腿往上爬，从来不来孝敬俺。哼，他眼里没俺，俺让他这杭州刺史当不成。大帅，他可是朝廷任命的。朝廷？朝廷算个屁呀！朝廷连长安都守不住，一溜烟跑四川去了。哎呀，教训教训这姓董的。大帅英明，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浙西蛮子了。俺早就想占领杭州了，再占领苏州、秀州、润州，而后再到广陵城去会一会那姓高的老东西。末将愿随大帅西征。西征，大帅真是高瞻远瞩，英明之至啊！倘西征功业告成，大帅则可后以江而前临海，纵横于江海之间了。对，什么淮东淮西，凡是大江以南，都应该是大帅的地盘。好，到时候我刘某绝对不会亏待各位兄弟的。大帅，末将闻得外面童谣传得纷纷扬扬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童谣。乱世之时，流传童谣绝对会灵验的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说，俺怕个鸟啊！这童谣在越州城内外都传遍了，他们唱道：“天下乱，时势转，卯金刀，九龙关。”卯金刀，九龙关，哎，这他娘什么意思啊？不知，童谣乃是天意，凡人怎能知晓呢？卯金刀便是刘，指的是大帅；九龙关便是做王啊！莫非天意大帅要做？哎，休得胡说！不过，这话要说回来，俺山东老家可真是出圣人的地方啊！大帅就是当今圣人，天意不可违。哎，不可说。俺老刘是大唐朝廷命官，什么皇帝圣人呢？不要说了。是，大帅英明，末将急去传令，越州孩童不得唱这童谣。有什么不可以唱的？你管这闲事干什么？
是，卑职不敢。好了，空话不要讲了。现在我们得把杭州先占领了，要把董昌那小子给收拾掉。我得派员大将领兵前往。大帅，末将愿意前往。什么事情如此慌张？大人，刘汉宏两万精兵已到达江南了，他们扬言明天要渡江攻城，现在城里百姓已经逃空了。刘汉宏太狠心了吧，我恨不得踏平越中将他千刀万剐。大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我们现在毕竟不能和他硬拼呢。刘汉宏他声势浩大，他想一口吞掉我，那我们只好大哥暂避锋芒，传令下去撤回临安。大人。嗯，大人，敌兵来犯，当然应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我们为何退却？兄弟，你的勇气可嘉，只是刘汉宏他兵多将广，而且都是正规的官军，真的不像王颖朱石那些乌合之众，我们总不能以鸡蛋碰石头吧。大人，你不必多虑，钱镠愿意率大军击溃刘贼。大人，我等愿随钱将军一同出征。一同出征。哎，大人，我也去。这位兄弟，这位大师。大人，这是我的生死兄弟，他叫顾全武，武艺超群，愿意投到大人帐下为大人效力。那好吧，这位大师你就归我兄弟的帐下。谢大人。兄弟啊，这次背水击敌，以少击多，实在太危险了。如果兄弟你有什么差错的话，作为哥哥我如何，我该如何？大哥，钱镠感激大哥知遇之恩，愿以死保全大哥，保全杭州百姓的安宁。那好吧，拿酒来。哥哥就祝你们旗开得胜吧。这么宽的江面渡过去恐怕要半个时辰。他奶奶的，这马就不能渡江？如果能渡江，让我抓住对岸的草，他刘汉宏就跑不了了。两位，他们就等着我们渡江呢，船到江中前后不靠岸，动弹不得，他们便可以用箭射我们。你就仗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这仗就不打了吗？大哥，你说说他。仗是一定要打的，我看现在已是顺风，夜晚时分我们可以命将士们敌前渡江偷功。将军，敌前渡江可是兵法中的大忌，他们可以中途击我们。打仗不能总是照搬兵法，当年楚霸王不也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最后大获全胜的吗？将军，敌前渡江恐怕士兵们会恐惧啊。不会，
渡过江去，前面是强敌，后面是江水波涛，将士们只会拼命往前，置死地而后生。对，大哥说渡江，今天晚上就渡江。传令准备一下，渡江。好。将军旗开得胜，把刘汉宏大军打个落花流水，逃回越州，杭州才得以保全。你这番又立下了大功了。李三军过奖了，带兵打仗是当兵的职责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大人早就在那里等着了，跟我来吧。大人不是说要犒劳全体将士吗？怎么没有其他人，只有我一个？犒劳将士是在营中，有人照顾。你是首功，又是大人的兄弟，当然要单独奖赏了。还有，大人说要请新夫人敬你酒呢。新夫人，哼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凤妹，蒲留哥，蒲留哥，凤妹，我到甄家岭找你找的好苦啊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你，凤妹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了？凤妹，发生什么了？柏流哥，难道你就？柏流哥，我明白了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不要说了。不，柏流哥，我一定要说。我要是不说的话，以后一辈子都会后悔的。我真的不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，是爹，爹说要报董昌的恩，爹还说要保甄家里所有乡亲们平安。他看董昌有才有势，就答应了。可是我哭过了，也闹过了，也死过，可是都没有用。爹他年龄大了，我不能让他伤心。蒲留哥，蒲留哥，你说话呀，你别憋在心里头，你说话呀，你骂我吧，你打我吧，蒲留哥，你打我。我要杀了他。蒲留哥，我要杀了董昌。求你了，要杀你杀我吧，你不要怪别人好吗？为什么要让我亲眼看到冤孽？为什么要亲手把心撕碎？刘哥，
我知道你心里苦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我心里面一直都有你，都是你，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柏流哥，你忘了我吧。柏流哥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，你赶快跟巧娘成亲吧，她也是真心对你好的。我若跟巧娘成亲，你是不是觉得心安理得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样想的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柏流哥，我的心你不明白，你还是杀了我吧。少妇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此仇不报，我钱柳便不是大丈夫。兄弟，柏流哥，不要！大丈夫敢做敢当，既然做了，也绝不后悔。错的不是甄姑娘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哥哥我。今天董昌来，是等着你对他的处置。如果你不能解心头之仇恨，你就劈了我董昌，让天下人看看，那是夺人所爱的下场。哇！巧娘，巧娘，我不让你走。